Panda. Panda pan. Ba. Phát triển là đã chẳng ăn.朋友来继续我们的创资轨迹 Waiting for everybody 确认开台 OK 上一次呢我们进入了玩到罗伊德篇，然后医科大学 OK 了，来到、神秘的地下货物，我们今天就接续着玩，看有没有机会呢进入我们的手游世界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继续嗨起来啦。大虫。我们的角色是这几位 ，OK， 阿加特，我对他也都还好啦。休息休息，我们打。好，这个闹别扭鸳鸯，这个有侦查过，所以只要骷髅镰刀就好。我们这个阵容，感觉主要还是就罗伊德啦，或者就是喜悦笑容。四次行动，如果都是攻击的话，那其实就只好一个 BP 的概念，因为他都会暴击。強行突破だ！レイジングハンマー！可爱的提打 ，No No No No。可爱的双蹄、有蹄打有蹄哦，两个都可爱。よし，应该不会死吧？大蚊子，没事啊。行くよ。免费魔法，你好小哦！换的行不行？不太行哎。好吧，风的可以打三只吗？可以，还可以打四只。还是以数量为主，毕竟对，也击败了他们。行きます。分析を開始。对对对，侦查啦。分析完了。撞，撞下去就对了。舒服。行く。強行突破だ。レイジングハンマー。レイジングハンマー。よける。補補。チャンスだ。这补真的爽啊！马奇给推，再补一次。レイジングハンマー。私の番です。多斯汉堡哥。崩れました。各种各样的。オーバルギアの開発計画順調そうで何よりです。そのうちエイドロンギアにも入ってますしね。被踢打中很舒服，好好说话，小心被抓。越近有放，没问题。怪是不是应该都理论上应该都没打？宝箱か。神圣象征还好，就让我们上他们。哎，打过了耶！強行突破だ！レイジングハンマー！这之前有类似的怪，
觉得还是都可以燃烧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有二回合持续烧下去。战斗时间，撞下去，就够大。行きます。強行突破だ。レイジングハンマー。私の番です。起来。都只能打两只。让宁可改变一下哦。行きます。还有，还有机会看到不同力。もらった。行く。走下去。よし、強行突破だ。レイジングハンマー。よし、はい、と。はい、と。やれやれ。ロングフー。またかい？僕の番か。自己也都侦查过了。那我们就二话不多说。行くぞ。直接来打爆他们就对啦。不要怕消耗，CD什么的赚就有了。Zero， 这个可以我们打了，反正他们都被冻结了。呵呵呵呵，冷飕飕，过。オーバルギアか。本当にすごい技術だな。もっとお役に立てるよう頑張りますね。还要说他的那个オーバルギア，真是一个厉害的装置。まあ、当然の結果かな。他还会变得更厉害，应该是这样。致命天堂。レベルアップですね。恰恰想被提大撞吗？本人可以啊，机器不要，好吧？那个机器那样撞过来啊，绝对一命升天。我只是个凡夫俗子，既然大部分都打过了，我们就绕道而行。战斗。我现在在哪里啊？猜猜我们在哪里？地下货物。啊，就这里，地下轨道。所以他把这个地下都混在一起，所以之前在另一边打的也算。都没必要再打啦。ついてますね。嗯，我看错了。对 ，ATS 增加哎，要不要啊？想不想要啊？命中什么的，魔法再度上升，速度什么才加2而已，不如让。攻击更高一点，哇，还有这个哎 ，ATS 加15，都是不错的。给谁啊？爽哦！你就随便拿一个啊，你当个花瓶啊，看都懒得看了。ATS。全面加超魔法，加爆就对了。致命天堂也是以前的 S，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合理的啦。就随着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，有没有？以前的大招
就变成现在的小刀。当初空鬼时期其实就有了。好像是到三 RD 吧，三 RD 的话就是以前的小招就变成，以前大招变小招，这样是蛮合理的。うまく裏をかけたみたいだね。ええ、このまま北に行けば軍需工場のホームに着くはずです。見つから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ていきましょう。绕过他们来到这射雷，哎呦，打一只大蚊子。哦，罗伊德线 KO， 这感觉又来了，正面戒指又有反应。交错故事，呵呵，现在罗伊德篇也完成啦，那我们再来就是回到黎恩线路，要把黎恩线也打到前面，才可以进入河流。噔噔噔噔，看来今天应该蛮有望。进入手游，镜中世界。哦，对，上次在地底嘛，把那些可疑的家伙们全部都抓了。累积的毒瘤移除，另一个问题来了。来啦！ええ、国境付近の監視部隊によってようやく確認が取れました。帝都に C が現れた時刻、新総統がクロスベルを離れた事実はないそうです。这边也确定有两个人。状況的には新総統の方がその可能性は高そうですが、いえ、さすがに甘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。另外的人还没有调查出来。7組の人に絆に頼らない。カレイジャス2の行方を知りたければ、ノルド高原に行くといい。好久没去啦。为什么是李恩先行前往？大家一起走啊！
来，店长在想我，一定是橘子兵。爸爸，饭呢？大家为了收集情报，ならば我々も同行しよう。你谁？お疲れ様です、教官。